已经讲答案。哦，那前不是说没有吗？那我以为都说好的。到底要听哪一个才是答案？想作弊都做不了。可不可以我给你500块，再多30秒？请写出 Kelly 最爱吃的食物。我知道，但是晚了那个字我不会写。你确定吗？我怎么知道我喜欢吃什么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一直想推荐我吃的东西啊？哦，你讨厌的。哦，好啊，我跟你写一样的。一二三，请写出 Roger 的口头禅。你没有啊？我最常听到的是不是 ？OK OK OK 可以。可以可以 ，baby， 你每次讲的，你每次讲给我听的。Really 是 sweet 的话吗？嗯。哦。这么长哦，这样是不是不一样？快点呐！等一下，我们在讲，我怎么讲是不是同一个？可以写这么长吗？两个字而已呢。可以改吗？不行。我觉得这个才是我常讲的，好不好？而且我每天讲。这个你也每天讲啊。好，来，一二有点肉，三十一个。这个是结婚前呐。然后我每天我可以讲一下这个原因，就是譬如说他准备，如果准备晚餐有吃宵夜啊什么的，对，我就会类似这样子，就感谢感谢他的那个，对，我每天讲嘛。嗯，下一题，对方手机设定我的名字。这个是我逼他做，所以我知道。我的手机是写老婆大人。噔，我的是老公哟。哇。终于、哦，终于过关一题。好难哦。终于 OK。两个人最喜欢的节日。节日哦。纪念日。不是，我全部的节日我都喜欢呢。有没有一定要过的？每一个节日都要过。那你就写每一个字。一二三。他刚刚已经讲了。哦，这谁？他都是没有听到的。每一个节日都要过。那你就写每一个字。好。不是，我不知道你真的会写每一个字，我以为你要，我以为你会把那个写出来。一个节日都喜欢过啊，端午节是吗？没有，就是我们两个人的节。重阳节哦。Kelly 最美的部位。哇，对。对吗？对。好，终于又对了一题。富贵险中求。男生没有办法那个讲一个而已，他要讲整个的，所以要洗脸。如何一句话惹毛 Roger？ 没有呢。就是造血啊。好啦，造血应该是错了。一、二、三。你写什么？我说我每次说，哎，你每次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你就会说，我哪有每次？不是说没有。我以为都说好的。对啊，我这样到底要听哪一个才是答案？想作弊都做不了。很弱哎，我们。Kelly 5分 ，Roger 7分。哇，我还比较高。那你要最后讲30秒的。好啊。好。OK， 愿闻其详。你很帅，很贴心，心地很善良，很正直，很顾家，很有才华，很有想法，都会让着我，都会带我出去玩，然后都让我很放肆。知道。可不可以我给你500块，再多30秒吗？没有。Hello， 换我。我又没有，我赢。你不是要让着我？哦。好啦。回家再慢慢讲。